而家想跟进黑警同埋幕后主使人嘅唯一线索都断埋，连负责重要证据警员都可以喐到，睇嚟我哋要对付嘅人一啲都唔简单。哇，唔系一哥啊嘛？一哥啊，夸张咗啲。不过呢个黑警嘅职位一定唔低，咁咪可以影响到今次 action。我系今次行动嘅 commander， 所有人手、电脑、通讯设备由我安排。到时你哋带住我俾你哋嘅耳仔，就会收到我哋嘅 channel， 掌握事态变化。不过都系听字嘅啫，如果有咩事，咁点求救啊？虽然我哋唔可以直接联络，不过 Ada 会系我哋嘅中间人。到时我会喺指挥中心附近安排个单位俾你。指挥中心入面亦都有个隐蔽嘅镜头，你要帮我看住入面所有人嘅举动。如果黑警喺入面嘅话，呢单 case 佢一定有所行动。冇问题。最喜歡的花嚟，仲有你張機票。啊！你話有嘢做，就係嚟咗拜客。睇嚟唔止淨係我哋記得今日。阿恆，今日係你嘅生期，成班手足嚟睇你。老Sir。阿丁啊，你今日救晒 face 啦，为咗你全部蒲晒头。老Sir，我系 Kobe 啊，好耐冇见，我放翻出嚟啦，好快我就会完成你交俾我嘅任务。老Sir，老师啦，塔莎嘅外围集团已经瓦解咗，而家同卓 Sir 合作紧对付陈冠希，好快就可以将红英跟埋。全太有知睇住我哋，仲有就系保佑我哋尽快揾到个黑警，帮你沉冤得雪。咦？张机票系即系你同康 Sir？ 康 Sir 死之前，我哋喺埋一齐。当初都挣扎了很久，不知道应不应该这样做。你知道这个卧底注定都要偷偷摸摸，我们的生日啊、情人节啊，全部都不可以在一起。连他出殡那天我都不可以去见他。好像今天这样都要等这里闩上门才可以潜入来。有时候那心真的很难受。你看看这张七色礼是他送给我的手信来的。他曾经说过会带我一起去无理求思，离开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都不知道谁发明我们这种不是人的职业，搵食啫，搞到人不似人，鬼不似鬼。我都知道你们辛苦，我会向你们保证，我会竭尽所能尽快恢复你们的身份。我们辛苦，但有个人更辛苦过我们，他承受的压力大我们五倍，因为他一个人背住五个卧底条命。你把手足交给我，放心，一个都不会少。大人世界很复杂，现在世你不明白。我明白啊，我明白。如果有人我被人整死了，为什么你这么憎我？
我哋今晚嘅节目系一宗庞大嘅毒品交易。根据情报，毒贩将会喺对面唐楼一个单位度交钱，交货地点暂时仲未知道。次行動嘅 in charge， 現場環境同埋附近通訊監控由我哋 CIB 負責。我哋 MB 同 OK 負責 take action， 記住一定要人裝並獲。Yes sir。好事所有行動。Yes sir。你唔係喺出邊指揮行動，發生咗咩事 ？Yes sir。你肯定今次呢單 case 你收足情報，仲有咩問題？你自己睇啊！相入邊嘅一男一女喺金三角讀僑崇金，同埋佢養女安，同我哋見面嘅係一班僱傭兵。我哋查過，三年之前陳歡喜入賊之前食過崇金甲骨，吞咗佢一筆價值5億嘅毒品，之後仲害死埋佢老婆仔女。所以崇金今次翻嚟。不是毒品交易咁简单，你又为咗报仇。换句说话讲，我哋今次嘅行动非常之危险，因为我哋面对嘅系一班受过军训嘅亡命之徒。Jason， 你收错了，部署失当，你知唔知咁样我哋啲伙计会好危险噶？啊？咁我而家应该点做？而家情况有变，我觉得有必要要请示上头，重新部署。我同意。蔡Sir点睇？我冇意见。卓Sir、马Sir、O记嘅叶Sir已经向我汇报最新消息。基于目前嘅情况，可能有更大型嘅冲突，行动改为叶Sir take over， 由佢部署三方联合行动，再派 SDU 增援。你哋有冇问题？有Sir。我冇問題。OK， 而家呢個行動由我 in charge， 我哋 OK 負責 take action，MP 負責 backup，CIB 繼續監控，一有消息即刻通知我。做嘢。Yes sir。目標出現。第二個老細出現咗。All parties salute. Stand by action. Phun Ngo, phân thân gọi điện cho. Này vị nhất định là K 先生啊, 欢迎欢迎. K 先生, 我有个要求, 我希望你先落1000万订金, 见到货之后, 再过埋尾数. 好啊。告别。用我呢只手指入户口比较安全啲。TVB 精彩节目片段每日更新，唔想错过就快啲揿下面个钟仔订阅 TVB USA 官方频道啦。